CP 大舞台，有爱你就来。中国有句话叫打是亲，骂是爱，还真以后以前吵得越凶，以后会更喜欢对方，也是算谢谢节目组把我安排到这个座位上来。来，哥。左右怎么办？对啊，你是不是现在不喜欢韩报，你就想吃泡菜了？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但是没事，因为我知道一个新的那个反应啊。哎，我的日语不太好。哎，我有点，反正没有关系，美国也没有什么文化历史，我也就。对对吧？经常邀他一起喝。送给悠悠嫂的。长辈的家里面都是榻榻米，全都是榻榻米，就是日本的那个榻榻米，就是那个传统的。看着你让我放晴的眼睛。哎，我觉得首先那个金哈一的那个身高是一米九三，其实我身高不是重要，反正我身高是1.93米。我可能要请悠嫂帮忙一下，对吧？